大家好，今天呢天气非常好，上个礼拜是端午节，今天是星期日，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我有研究占卜的，我这个起卦的方法呢，那今天呢就是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是5月初9，时间我起卦的时候是10:10，我这个就随意选三组数字，除6、8、6就是动摇，第一个八就是上卦，第二个就是下卦。我这个方法呢是我首创的，所以呢我几年前已经得到李子先师说我这个卦，我这个系统呢是可以制成一架的，这个文字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看啊。那这个是吕祖先师的祭文，然后呢吕祖先师说我自成一架，要不断我去服气的时候他勉励我要弘扬啊。现在呢这情况是这样子，这本书呢我是6年前出版的啊，这个我在香港卖呢96块人民币，淘宝就可以看见293啊，那个自学这本呢是我用真金白银炒股票的啊，我在香港卖168啊，淘宝就卖到341啊，大家可以看见有图为证啊。那这个就是自学六爻占，我好没有保留的，完完整整的，介绍自学，我也是无师自通的啊，有600页的。所以呢有新，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了，只是我有小量，要是有朋友买想买的可以通过香港的朋友跟我联系，这个是我的电邮跟 WhatsApp， 那这个是我的手机还 Gmail 啊，我在香港可以在那个地铁站跟他们教授啊啊啊。今天的情况是这样子，我也学佛，我已经上传了，最近我上传了几条中英文的 YouTube 弘扬佛法的特别我2015年元首德文佛法在家自修到目前为止呢我有幸承蒙观世音菩萨显灵3次地藏王显灵10次，还有那个佛祖在赐给我智慧等等，我都已经开始上传。我刚买了一个专业的 Video Studio 软件把它们上传与全世界的有缘人分享，特别是在今年的2020年的我的观点是那个废灾是天谴，所以呢我占过卦得到只是要是他们所有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真诚知诚诵念随缘随意诵念那个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或者地藏王的圣号的话呢，他们会得到护卫而安然度过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拍英文 YouTube 的原因之一。另外一点呢，刚才我说了我有得到两位菩萨显灵的独家的资料，我也上传去与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有缘人分享啊。既然我上传了几条呢非常顺利，所以呢今天又天气好心情好了，所以我就占了一卦叩问观世音菩萨，因为吕祖先师大家可以看看呢，吕祖先师多次叫我要弘扬这个易卜文化还有另外一点呢，有研究六爻占的朋友都知道，野鹤老人那本书呢增删卜易没有专门讲占问神明的，但是呢我呢占问呢不是问我一些小事我占问观世音菩萨吕祖先师佛祖
佛陀还有地藏王都是问那个学术上方面的疑难的困惑之地方的，所以呢我有很多的挂历，就好像也和老人讲的一些验卦呢就如神开口啊啊，就好像我今天占这一个卦，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这个卦呢，就是说我叩问观世音菩萨啊，我上传了那些中英文我还要继续上传的，我就叩问观世音菩萨于开始抽出最有代表性及突破性这占问神明经典卦例上传 YouTube， 即可如吕祖先师勉励弘扬普济文化，更可补野鹤老人之不足，未是可否啊？结果那个卦象呢，我就得到那个闲卦是雷山小过，那个卦象在这里啊，有研究六爻占的朋友呢，一看就明白了啊。还有呢，我首创这个当时书之起卦法呢，就是这样子啊，诚心就诚着灵嘛。然后呢，我的特点呢，就是我只有一条动摇啊，非常聚焦的。好像这个卦例呢，大家可以看见呢，啊，那个凶爻有三条，凶爻就是兄弟嘛，就是同辈嘛，就是说对我同辈的研究易卜的益友非常有用。那还有那个上爻。那个我的卦象在这里，我拆卦的在这里，那富爻在上虎啊，是权威之兆。还有呢，那个元神是官五火三龙啊，这个就是观世音嘛。那个官五火呢，得到月临日升。啊，多么旺，所以可以上那个上旺那个用神，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支持我了，所以这个就是好像野鹤老人的如神开口。啊，还有呢，我这个只有一条动摇的，很简单了，三条凶爻呢就知道聚焦了，就是我与益友的关系，啊，我这个对益友的有帮助啊。很那个卦意很清楚明确对焦啊，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然后呢，有兴趣看我的 YouTube 的朋友呢，我就提供两条 YouTube 在这里，一条是英文的啊，讲那个全世界的有缘人的朋友呢可以看啊，诵念那个圣号可以安度这个肺结。另外这一条呢，是讲那个观世音菩萨33相4相中的独家童女身显灵啊，这个是我独有的，很可能是全世界只有我这一个观世音以童女身示现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去看看啊，谢谢大家欣赏，我会陆续多上传一些验卦啊，灵验的卦例。我的系列名称叫认识普益啊，主要是分享我占问神明的验卦，补充野鹤老人没有的空白的地方，也与大家益友分享弘扬普益文化。啊，希望大家欣赏也支持吧，谢谢大家，多多保重，阿弥陀佛。